说除了念佛功夫成片，生死自在以外呀，应如何修布施才能健康？但是不要长寿。这个长寿不长寿这个不是自己要不要的，都是缘分。有这个缘分，长寿爱不爱死？不爱死。为什么长寿呢？让你多一点时间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对你自己决定没妨碍。所以就生死已经了了，已经得自在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长寿短寿是反复的一种错误观念。佛菩萨在世间是讲跟众生的缘分，有缘的人很多，需要帮助的人很多，多住几年。那这些人虽然业障很重，他也不听话，他也不相信，佛菩萨就走了，那叫没有缘。这个有缘就是他能信，他能解，这有缘；他能行，他能证，这缘成熟了。